欢迎收看《海贼王：燃烧之血》的游戏实况，我是莫寒。今天的话，我们继续顶点战争啊。顶点战争的话，其实也有观众在评论里面提，莫寒你可以去看动画。其实我动画看过，顶点战争是在那个两年前的发生的一个事情。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是之前是哎，这是哪边了啊？这里的话有些支线啊，我们没打支线的话，支线其实暂时先可以不打，我们打主线剧情。支线把等级练高了之后，把人物等级练高之后就好打多了。阻止处刑，霸王色的霸气，好吧。哦，这一关路飞要炸了。白胡子不行了。息子たちの明るい未来を見届けねえと、俺は死ぬわけにはいかねえじゃねえか。未来が見たけりゃ、今すぐに見せてやるぞ、白ひげ。やれ！エーサー！見ろ、白ひげ！哦，路飞的霸气，霸王色霸气觉醒了。喂喂，マジか？あの小僧。ルフィが無意識に発動させた覇王色の覇気に圧倒される人々。白ひげが叫ぶ。野郎ども、麦わらのルフィを全力で援護しろ。一対十を麦わらボーイ。世界一の海賊がバナータを試してる。バナータ、白ひげの心当てに応える覚悟あんのかいって聞いてんのケブル。ヒーハー。好，鹰眼。要打鹰眼了吗？这？好吧，第二次打鹰眼。这个帮助下提升鲁夫突破极限时的攻击力。去！你不要，要不要这样子？要不要这样子？要不要这样子？我这个走不了。要不要这样子？我这个好疼。再来一发！因为不是两年后的路飞啊，有点难用。哎呀！连招！哎呦我去！哎呦我天！哇，伤害好高，鹰眼防不住他这个剑。鹰眼的话基本上都是躲的，但是太难躲了，他这个攻击距离有点大。好吧，怎么提升攻击力啊？啊，不能提升了。提升不了攻击力啊，他这个四是什么意思？哎呦我天！哇，打脸上了！哇塞，一眼被我打脸了，背部来一下，二挡。哎，他 KO 了，我去，好吧。
应该是先觉醒，觉醒伤害翻两倍啊。哦。克洛克跑过来，我现在心情很差。他们俩无聊吧，打打打起来了。好，打直播，这个是涅氏吧，涅槃的涅。两年前路飞加2000多经验，主要打个印，哇、哦，换考克升级了。这一关是什么？光之奇迹。大战哦 ，OK， 我觉得要跪啊，还好哦，还好，黄猿还好，不是赤犬，赤犬三拳就可以把我打趴了。那这谁呀、啊？卡普忘了。哦，差不多那个 S 要死了，大战黄猿，蛮难打，他速度很快。哎，白胡子，你刀伤呢？白胡子刀伤去哪了？哦天！哦天！哦！连死你！再见！火箭炮！哎。打脸，好样的，我天，这一脚穿那么多血，战斧踢，哎呦我去，我这伤害好高，再见，觉醒，哇，能玩吗？我、哦、还好还好，有白胡子，哦，我应该换人的，我都忘记了，阵阵果实，哎呀呀呀，有点累。哎呦我天！哦，这个白胡子这个技能有点坑。KO， 速度好慢这一张。白胡子刀伤去哪了？哦，白胡子已经不行了。哇，1000多经验，白胡子升级，萨博升级了。之前买了很多人物啊，之前在打那个悬赏的时候，就是没有在玩剧情的时候，直播下玩玩的时候，打了很多这个悬赏，悬赏模式里面打了好多关。哇，不会要打战国吧？战国的皮太厚了。明显海军欺负人，好吧。兄弟的祭拜，鍵あるんだ。待ってろ。ルフィ、お前、待て。私が逃がすと思うな。这头发。好吧，二打一，啊不是一打，我打战国。哦 ，Master Three 一同逃离推进城的伙伴啊，这个那大光头会助我一臂之力。我去！哇！破防，这招可以赖电脑，其实。哇，上交拳可以防他这个。
我无限赖他了，真的。哎呦我天！我天！哇，不是被连上的问题了，现在。二档。觉醒啊，不是觉醒，大招 Jet 枪，哇，大招，好的，三档橡刀，巨人枪，橡刀巨人枪，呸，橡胶巨人枪啊，这个嘴巴都被搅到绕舌，后面这坨人在干嘛？哇、哦，土星太垮掉了，12万，现在买一个人要好几百万，买不起啊。你到底怎么了 ？S 还没死嘞！哦，什么鬼？让他跳出来。是的。这是菜房城管吗？S 出来了。ルフィ、俺の言うこともろくに聞かねえで、無茶ばっかりしやがって。エース！危険のエースが解放された。やったぞ麦わら！エースを奪い返したら。这是个 flag， 不要乱吼了。戦えるかルフィ。もちろんだ。危険のエースはヒロギアだぞ。絶対に逃がすな。お前に助けられる日が来るとは夢にも思わな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ルフィ。白ひげのおっさんたちが助けてくれたからな。好、哦、啊 ，Master Three 啊，不是大光头，我有大光头，头上一个三，那个我、哦、2000多，我还可以变得更强，哇，路飞已经5级了，不亏我这个练级练的。平原战争还没结束，解放之焰 SVC 哦，好吧。数々の困難を越え、エースを救出したルフィ。あいつ本当に。やる男ちゃべる。火与冰吗？助かった気になるな。ここがお前たちの処刑場だ。弟なんだよ。手出し無用で頼む。危険と麦わらを処刑しろ。強くなったなルフィ。いつかエースも超えてみせるぜ。アイスブロック。あいつ。じゃあまだ今は俺が守ろう。下がれルフィ。フェザントバック。強肩。哇、哦！然后产生了水蒸气。啊、哦，我用 S 打，好吧。终于换人了。能力解放，按一下 R1。哦，但注意剂量表归零，好吧。跳跃来进行特殊攻击。我去，这个兵
像 S 一样，自然系能力只能将敌人的攻击无效化，以及 S 的能力与赤拳能力有上下关系啊，操作 S 时候要特别注意。另外，能使用霸气的角色能在这个能力解放时能使用霸气攻击，在霸气攻击之下，即使对手能力解放，啊，防御破坏以及强力防御是无法无效化的。哦。啊，就这样，哇、哦！就他用那个能力，他用能力解放的那个防御的话是，他能力解放防御的话，我们用那个能力释放可以破掉。哇、哦，火拳，火枪，躲！哎呀，这个躲不掉的，你看这个技能就躲不掉。哎呀，这个抵消了吗？哇、哦、吼吼！重攻击，一连击。那能力解放的话是那个自然系比较强，我觉得。觉醒，这个人家叫能力开放还是什么？哟，大招，大眼界。哇、哦，炎帝，哇、哦、塞！哟，哎呦我天，他这个范围好大。哎呀，被冻住了。哇、哦，这个兵好强。哎呀！哎呦！好的，火拳，拳中，能力解放，可以把他冰化了。破不了防啊、哦！破防。哇，还是可以的 ，S 还是可以用的，破防能力好强。又绕回来了，好玩，从上面绕到下面。灼烧的执念，赤犬无情的追击，好吧。存活下来，那意思说我存活下来，但是 S 还是要死。亲眼见证 S 被解放的白胡子，为了让船员能顺利逃脱。哦。ジンベエにせかされ、白ひげに背を向ける。だが、炙烧的执念。エースを解放して即退散とは、とんだ腰抜けの集まりじゃの白ひげ海賊団。船長が船長、それも仕方ねえか。白ひげは所詮、千の時代の敗北者じゃけ。エース。敗北者、うん、取り消せよ今の言葉。エース、お前の本当の父親ロジャーに阻まれ、王になれずじまいの永遠の敗北者が白ひげじゃ。どこに間違いがある。親父とゴロツキどもに伝われて、家族まがいの茶番劇で海にのさばり。やめろ、
何十年もの間海に君臨するも王になれず何も得ず、しまいには口車に乗った息子という名の馬鹿に刺され、それらを守るために死ぬ。実に空虚な人生じゃありませんか。やめろ。親父は俺たちに行き場所をくれたんだ。お前に親父の偉大さの何がわかる。人間は正しくなければ生きる価値なし。お前ら海賊に行き場所はいらん。白ひげは敗北者として死ぬ。ゴミ山の大将にあつらえ向きじゃろうが、俺を救ってくれた人をバカにすんじゃねえ。白ひげはこの時代を作った大海賊だ。この時代の名は白ひげだ。好了，这个要撑六十秒啊，有点难。我、哦、天，哎呦我去，你看。只能用这招赖他。我去。我死我死，哎呀，哦，这不是连上问题，我这刺拳攻击力太强了。直接用火枪赖他，卡时间。哎呦我去，又死了。哎呦，哎呀，哎呀，这个，我这电脑，好不容易十四秒，我，哎我天。这太难打了吧，好不容易被我赖到14秒上来突突突就死了。问题是我不冲啊，他冲上来啊，不是我冲不冲的问题，是他会冲。我天，用火枪赖他，他会绕上来点的。哦，十秒，十秒，十秒，撑住，撑住，撑住！哎呦我天，要死！哦，撑过来了！哦天，撑过来了，撑过来了！好难啊！もう限界じゃ。エースの生命值。海賊王ゴールドロジャー、革命家ドラゴン、この二人の息子たちが義兄弟とは恐れ入ったわい。貴様らの血筋はすでに大罪だ。誰を取り逃がそうが、貴様ら兄弟だけは絶対に逃がさん。よう見ちょれ。おい待て、ルビ好，顶上战争结束了。
ごめんな、ルフィ。ちゃんと助けてもらえなくてよ。何言ってんだ、バカなこと言うな。無駄だ。自分の命の終わりくらいわかる。約束したじゃねえかよ。お前絶対死なねえって言ったじゃねえかよ、エース。そうだな、サボの剣とお前みてえな世話の焼ける弟がいなきゃ俺は生きようとも思わなかった。誰もそれを望まねえんだ。仕方ねえ。昔誓い合った通り俺の人生には悔いはない。嘘だ、嘘つけ。嘘じゃねえ。俺が本当に欲しかったものは、我知道后面黑胡子是来了。昔はなかったんだ。夺走了真正果实。生まれてきてもよかったのか。欲しかったのはその答えだった。这背景这些人打斗好好挫。俺がこれから言う。还在打，打到现在还没打完后面。お前後から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れ。煞风景啊后面。親父、みんな。今日までこんなどうしようもねえ俺を、鬼の血を引くこの俺を愛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ルフィをかばい赤犬の一撃を受けたエース。ルフィや白ひげ仲間たちに礼を言い、満ち足りた表情を浮かべたまま落命する。嘘だろ、おいエース、エース。助けた兄を眼前で殺され、ルフィの精神は崩壊してしまう。だがエースの弟を連れてけよい、ジンベイ。その命こそ生けるエースの意志だ。エースの意志は守られ受け継がれていく。ルフィの中にしっかりと根を下ろし、我是你弟弟啊，成就。好吧，这个路飞篇打完了，接下来的话是要打白胡子篇了。那么这集的话我们先到这里吧，这个白胡子篇等下集开坑啊，这个不是下集接着录。然后路飞篇的话是，反正这两个篇都是顶上战争的，然后没有新的关卡嘛，只有一个顶点战争吗？只有顶点战争吗？不会吧，这个篇章顶点要打好几遍，然后 S 再来一遍吗？不至于啊，这海贼交易所我现在150几万买不起啊。可以买的人物的话，哎，这可以买。战国可以买，但是攻速不行啊。其他角色没怎么买，就买了几个，就买了几个人物啊。还有几个人物可以买，就是这个赤犬是必须要买的，每两年后的赤犬嘛，只有这个赤犬。反正赤犬肯定是买，赤犬比较强。这三个啊，这三个那个上将是很强的。强都不能再强，这个有点渣。黑胡子也可以，黑胡子是多了一个那个阵阵果实的黑胡子。好吧，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啊。这个下集的话，我们要打这个顶点战争的，就顶上战争的白胡子篇啊。之前路夫篇，呸，不是路夫了，这个路飞篇是结束了。这个，估计白胡子篇这个那个谁啊，那个 S 又要死一遍啊，又要死两遍，也是醉了。好的，那么这集先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可以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订阅，或者在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